欢迎收看《火神的眼泪》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消防车呢又出动了。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加油站失火了，我们来接下电话。Fire at a gas station. The priority is to save injured people and prevent a gas tank explosion. Then put out the fire. 哇，加油站失火，然后有人受困在里面呢。我们要派出我们的消防车跟我们的救护人员呢去协助救援一下啊。来，我先看看，目前我们有三个人，我先把车子停过去好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有可能要绕过去哦，把这边的火灭扑灭。有两个消防员跟一个医护人员哦，避免这个汽油桶会爆炸。OK， 我们的消防员已经进去了火场了。我会把旁边的火势灭掉，不然他会把那个火焰呢会喷出来，没有？其实他可以直接救人啊！OK， 我们已经把人家救出来了，另外一个人呢？ Roger that. 去救他！救出来了！我们的消防车不是，这是油罐车啊！避免它爆炸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火势扑灭就可以了。快！哦，这关算是简单啊。Fire in an office complex. We don't know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are inside, but as always, helping the injured is our priority. 我们的办公室起火了，有五个人受困了。那我们这个小队呢，有四个人啊。我们先去这个大门口，先去把这个栅栏打开啊。那我们的车子呢，先开到门口去。Proceeding.那这栅栏呢，需要破门才可以强行把这里解除啊。OK， 那他这个呢，这个角色呢是有电锯功能的，这种门需要电锯功才可以把它破开啊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电脑先把它解除，然后这个栅栏就会打开了。我们时间有限啊，我们先去把人家救出来。OK， 我们的栅门打开了，车子开进去。扑灭一下，借过。Victim escorted。这个消防车好像不能直接浇水啊。Roger that. 来两个人好了。OK， 我们先把他救出来。先把他救出去。哇，火势很大，超猛烈的！救出去了！这边好像有一个门啊，把它打开。OK， 我们的伤员都救出来了，接下来把火灭了。已经烧到外面去了、啊。这里，我们的救护车，我们的消防车开出去好了。Understood.
这个水晶没了是不是 ？On my way。等，消防车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要灌一下水。我们救护车可以出去了。耶，完成了。OK， 我们第三关呢是这个仓库哦。这仓库呢充满了爆炸声啊，到处都是火焰啊，然后内部有一些毒废料都着火了。Fire in the warehouses on 26th Street. There are many injured over a large area. Possible chemical pollution. Proceed with the utmost caution. 我们的人有点多，我们先群体行动啊，我们一次把门破开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的救护车先开进去 ，stand by 一下。我们另外一台开到这边救火，然后这个开这边。好，开始行动。啊，它这个好像可以喷比较远啊，它可以射比较远啊。等一下，先把人家救出来啊。这里那边烧起来了，这边烧起来了。On my way。破门而入啦！快快快！我们先把人家救了，先把人救出来啊！啊，他需要 CPR， 这个把他扶起来。这边烧起来，这边烧起来！哎！可以救出来吗？等一下，你别再破，别破了！这边烧起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这边先灭火一下。哦，他起来，他起来了，来 ，Go， 我先把他抬出去。让你爆炸！哎，他不会主动救火啊！糟糕，这边 ，Understood。哎，糟了，咱们这边烧，这边烧起来了， Victim saved. 要爆炸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 ！Victim escorted。哦，爆了！哪边爆的？边爆了！哦，里面爆出来了！快！出去！爆了！我去救另外一边人啊！ Can't pass through. Impossible. 我们来灭一下火啊！先把人家扶出去。Victim escorted. Oh, 把你爆炸。Victim saved. 没水了是不是 ？Understood. 我们的救护车先出去啊！开这么近啊？有没有搞错？让它烧完，应该就结束了吧？自然烧完。快烧一烧！耶，完成了！啊，至少我们的 demo 完成了，感谢游玩啊！游戏还不错玩啊，虽然说有一些 bug。那我们的 demo 也先游玩到这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
想要玩正式版呢，就等它上市哦。先这样子，拜拜。